哦，世界微尘啊，因心成体，因为有心啊，才有这个体啦、啊。哦，世界的体啊，也是因为我们的心，什么心？妄心。我们没有妄心了、啊，就没有世界，整个都是真空。哦，真空妙有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哦，我们那个啊，哦，应无所住啊，耳生其心，不是那个我们日常用的心啦、啊。那个无所住是空，耳生其心是有，难道空中的有啊，在空中有具备，有跟空同时存在，那个呢就是集而造，造而集，那个我们的本来面目啦、啊。嘿，不能说哦，耳生其心就念念哦，一个心一个心，然后接一个心，不是哦。